嗱，请大家伸出你嘅手指咯，准备啦！你咪经常觉得自己好黑仔，冇钱冇运行咧，身边仲有好多小人添。其实你知唔知呢啲全部都系同你嘅七轮阻塞有关咧？嗱，你通咗七轮之后咧，能量激活，你生活上嘅各种问题就会迎刃而解，愿望就好容易显化啦。嗱，喺十一月嘅水晶激活七轮班咧，我 Peter Sir 就会教大家点样做，我 Peter Sir 亦都啊帮大家去通七轮。嗱，想改变你嘅人生咧，快啲报名啦！嗱，今年嘅七轮班咧系完全全新嘅，你谂都冇谂过嘅，好劲嘅。嗱，今日咧我会为大家將身上的负能量、病气抽出来，那怎么做呢？那我就会将你们 的在手指头，十只手指头，左手右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手指头是会有一些光子能量，我会透过手指头将那些不好的扯出来。那你们怎么做呢？你们只要放松，集中精神，将你们的手指就是这样、okay? 如果你觉得累，你可以晾住在台的咁样做，睇住个镜头，我就会帮你将啲唔好嘅扯出嚟。好啦，首先而家开始就系你嘅大拇指，大拇指 ，OK。集中精神，放松，自然呼吸。自然呼吸，你开始会感受到啲身体麻麻痹痹啦，或者啲吉吉嘅感觉啦。甚至乎心有啲翳啊，因为点解啊？而家我将你啲能量咧扯紧出嚟，呢个系正常嘅啦，系咪？开始一啲麻麻痹痹嘅感觉咯，好。手指公，手指公，自然呼吸，好，跟住而家到食指咯，好啦，集中精神，自然呼吸，好放松，好放松。有啲吉吉地啦，痹痹地嘅感觉系正常嘅。自然呼吸。好，而家到中指啦，中指，好，集中精神，自然呼吸，你会感受到有啲吉吉地、痹痹地嘅，正常嘅。心入边可能会有啲翳翳地嘅感觉，完全正常嘅。因为正在将你嘅负能量啦、病气啦，全部咁样抽出嚟。好，而家到无名指啦，无名指，好，集中精神。自然呼吸，自然呼吸。将不好的病气啦、负能量啦，全部都扯走晒出嚟。
一啲都唔留，自然呼吸。好，而家到尾指啦，好啦，尾指将唔好嘅吓光子能量啦，唔好嘅光子负面能量全部都扯晒出嚟。好舒服，好放松，自然呼吸。集中精神，自然呼吸。如果各位想知道我 Peter Sir 最新的水晶资讯，请订阅我的 channel 和按这个钟仔追踪通知，我每日会准时12点同你见面。